心脏。再用无菌绷带或清洁的布条将伤口绑住。八点动物咬伤可以阿司匹林止痛。若有发肿情形应提高患部并且加以冰敷。九点最好到医院注射或伤风预防针。十点蜘蛛咬伤应先彻底清洗伤口。然后用杀菌液消毒。11点以冰敷方式降低毒素被吸收的速度。12点用水润湿伤口。再擦一定阿司匹林以中和不毒素。13点若被黑寡妇或瘾君子等毒性极强的蜘蛛咬到。应至医院就诊。昆虫咬伤。一点辨认识的来源。大多数的蜜蜂只能致人一次。但黄蜂、胡蜂等蜜蜂可以一再的致人。某些蜜蜂还会吸引一大群同伴来袭。因此千万要小心。二点被蜜蜂致到应尽快剔除噬针。但注意勿挤压噬针或毒囊。以免释出更多的毒液。三点以肥皂或杀菌剂清洗伤口。四点冷敷伤口不但可疏解疼痛还能止痛。五点热疗也能止痛。可拿个吹风机对准伤口吹风。六点弄湿伤口后用阿司匹林定脱膜。可中和毒液中的某些发炎物质。七点降阿摩尼亚及氨水涂在伤口上可迅速止痛。八点可将碳酸氢钠混水制成糊状敷在伤口。九点降活性碳粉加水调成糊状。涂在伤口可迅速吸收伤口的毒素。达消肿止痛的功效。但要保持活性碳粉的湿度才能发挥功效。十点要预防是伤硬穿淡色服装。勿擦香水。也可增加新的摄取量。十一点被一群蜜蜂追赶时。可跑进室内或跳入水中。进入树林也是一个好